呀，刚才在家乐福啊，买了瓶水。我看这画的是婴儿，没想到他们还是带气儿的，少问一句就。太阳好足啊！这个地方很漂亮啊，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我身后是什么东西，你进来看看。好像是个教堂，啊，免费吗？人这么多。嗯，这果然是个教堂。我属于是异教徒，这面景色很不错呀，保证。这里面是啥呢？小商品一条街吗？不是。